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段南区 Wilson Ho。 最近收到不少客人的提问，问我有没有靓装修的洗衫房单位介绍，那就当然没问题啦，就会是在我们海怡半岛三期的单位。而海怡半岛三期就正正是地铁站 Boy 出口隔离，而且走回商场那边还有很多巴士站可以搭回去其他地方的。而那单位就是20座高层 D 单位，一层两梯八火，而唔会两户就分享一个 corner， 私隐度都几高噶。讲到明靓装修，又点少得新楼的电子密码锁啊？一开门，大家都感受到采光度十足噶啦，因为我哋系比同屋苑嘅单位更加高嘅，而且仲可以远望山景。而啱先讲到三房位置，业主就将厨房嘅位置改咗去饭厅，做咗个 open kitchen， 而厨房嘅位置就系其中一间睡房啦。呢个单位原积两房半，实用面积592尺，但业主咁样改到个间隔之后，其实成间屋空间咁多咗，只要接受到 open kitchen， 加埋佢装修，其实成个成本都悭翻晒。而业主现在叫价都是1090万而已。业主的而且确开价是比两房半贵的，但是他始终是改了一间三房，当他三房比较的话，其实他是便宜了成100万了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觉得怎样呢？如果想听我的意见的话，又或者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甚至乎有其他单位想问我的话，不妨可以联络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